找到了平时生活中遇到了一些这个不合理的设计，有时候我就会感到很苦恼，然后就找到了一些大家的共鸣点，就想是以这种方式为大家解压。反正真的是这种暴脾气性格了吗？并不，我觉得我的性格和视频里的性格是截然相反，因为这个人物的设定他就是比较有脾气的这样一个人，所以要迎合他这样的一个人物设定。我们的初衷不在于破坏暴力，我们初衷在于这个乐趣和解。